Team 3 is in the device. Bravo, team. We got good news and bad news. Launch control is located southwest of your position, less than half a click away. That's where you'll need to upload the abort codes to destroy the missiles in flight. Guys, go with the exit in the security station. Soap, Griggs, and I will head for launch control. Roger. Come on, what's the bad news? The bad news is we're still trying to get those abort codes. Over. The hell with it. We'll give it our best shot. Out.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老戴解说的使命召唤四重置版的最后一集。战情室内禁止打斗，我们通过通风管道，我们的目标火箭发射控制中心。在这个倒数第二个口的地方，我们跟普莱斯分开，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绕到他前面去，可以争取一点时间。本关卡最恶心的就是一，全部是室内的硬钢战；第二，有时间限制，我们提前过来，先来个榴弹，再来个榴弹，没炸到，然后一点一点扫射。在这个地方用手柄打很累很累，因为四代虽然有一定的辅助瞄准，但是它不像后面几代那种主机上的辅助瞄准那么有用，有时候锁不到敌人身上，所以说大多数是靠手柄一个一个去瞄。差不多了，还有吗？捡上一把 AK， 没了。敌人，因为敌人距离特别近，有的敌人是喷子，喷子是秒人的，然后是机枪的情况下，基本上也属于秒人类的。反正这个地方是可以这么说吧，你所见过的每一个敌人，我都死在他们手里过。而且有的是不止一次的，而且有时间限制，心理压力很大，所以说对这个紧张感的气氛做得特别好。稍微等一下，看看有没有人了。我们先上来，我们到这个地方可以让我们队友往前上，然后把那个敌人干掉，换成榴弹，对着洞口、门口、入口的地方来一炮。看看有没有人，运气好的话可以把人全部炸死。好，补一下，等一下。哦，这个人死在门口了一堆，炸全部是炸死掉的。然后我们报上 AK， 到上了难点，实际上每一个点都是难点了。进去以后直接往里冲，往右边走，中间的敌人先别管他，直接扫死。换一下子弹，缓一下，这个地方一定要往前走，不能堵在这个地方乱枪扫，扔个闪光，往前冲，闪住了一个，还有，又闪住一个，两个，好，全部干掉。在这地方等一下，这个地方不能停留太久，敌人会往我们这边冲，一下就过来把我们给秒掉。好，闪住以后两个干掉。好，右路这边基本上算清了，但是不能停留，因为后面可能会有敌人过来包抄我们，我们继续往前走。好，说了这句话以后，我们等一下。我们这个时候冲也是作死，我们要把这边敌人清一下。不着急，不着急，还有。如果我们现在往前冲跑上去，我们队友也会上来，但是这帮敌人有几率上来把我们给毙了。还不敢走，还不敢走，因为我没有去看小地图，我搞不清外面什么情况。哎，这边盲射扫死一个。有没有人？闪光，准备，冲啊！两个人直接干掉，如果不干掉，他们会在前面埋伏我们。然后到这里以后，直接往里冲，这两个人必须干掉，如果不干掉，不能往里冲的。然后在这个点守着，先把这个左边的敌人干掉，找角度，卡角度，把左边敌人干掉。然后这边两个，就这个两个敌人是特别恶心，打他们很看运气的。榴弹，出去放一放就回来。这次运气不错，哦，后面往里冲，对着门扫，这边肯定会过来人，然后准备榴弹，还有五发榴弹，往里轰，不要露头，只能露头瞬间投一个，这敌人距离太近了，基本上都能秒我们。
就是前面的那一个大仓库的场景和这个两个场景联合在一起的这个成功率极低极低，你看一下就变成这个样子，我也是醉了。而且特别的掐时间，必须要比较激进的冲的打法，否则时间不够。现在好像是没了，哦，看到没有，差一点点又变成他的枪下鬼。好，又干掉一个，等一下可能还有，又来一个，好大，应该还剩一个鹰，还剩一个人，有没有，我们换上榴弹，还一个，好的，这下没了，然后还是榴弹，来一发，没打中，调一下，再来一发，好，干掉，这边有两个敌人，好，干掉了，全体干掉了，到这个地方我们队友100%会从这中间冲过来，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冲过来的，帮自葬，好了，今天最难的两个点啊，终于过来了。我们这个地方还要等待一下，我估计在早期啊，这个地方啊是用来读盘用的。Gaz, we're in position. Open the outer door to launch control. Roger, we're on it. 我们的队友已经在里面帮我们开门。等一下，你看这个地方就要浪费我们接近30秒的时间，所以时间还是很紧的。我这两个地方打的都算比较快的。Oh, you gotta be shitting me. Guys, can't you make it open faster? Negative, sir. If you can try and pull it in if it makes you feel better. Cheeky bastard. Guys, 有人往这边冲。干掉一个。把这个角落里面房子里面的这个敌人先干掉。因为我需要那间房子。雷扔一下，换个子弹，炸死一个，这个死了没？应该死了。好了，没有枪声了，冲啊！到这个房间里面待着以后，我们的队友会往前走，然后在这个比较直线的地方对敌人进行攻击，而且我们有地方躲，蹲下来就能躲掉，是比较好的点。因为我们的时间，我们打得比较快嘛，时间比较充裕，就没有人，这边正好我这边的榴弹也打完了。好了，最难的点，应该说最难的两个点，他把它连在一起啊，真的很恶心，很难打，这一关很难打。让开，我们还有一个闪光，扔个闪光，直接往里冲，冲到底，这样敌人都在我们前方。现在敌人都在我们前方，我们比较好找到他们。还有一分多钟，完成了，输入密码。哎，为什么没反应？哎，好吧，按住不动，自葬。因为心情很激动，终于打过了。Stand by, stand by. Bravo Six, all warheads have been confirmed destroyed in flight. We got a ton of debris, but most of it's landing in the ocean. Sir, check the security feed. It's the Can. He's taken off.Captain Price, this is Gaz at the security station. They came in by trucks. I'm thinking we can use all of these to get the hell out of here. I'm sending you the coordinates to the vehicle depot. Roger that. We'll meet you at the vehicle depot. Al, everyone follow me. 核弹已经在空中被我们摧毁了。扎卡耶夫逃了。我们现在准备从这个地方进行撤离。We got company.还剩下一些敌人 ，AK 还是比我们手上那个消音的带榴弹的 M4 要好用的，虽然看起来不清楚，但是威力较大。不要翻车，老戴，最难的点都过来了。好了，
哦，好多人，我不打你们打。你们行不行啊？不行还是我来。骆驼，骆驼就是死，骆驼，乖乖的骆驼，还是不死，不杀死。不要翻车，老戴不要翻车。好，清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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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队友上了就清了，胜利在望。我们在这边坐电梯，坐电梯很简单，坐电梯干嘛呢？坐电梯就在读盘。本关卡更新的比较慢，因为打了很多很多次，就这么短短的前面可以说短短的五分钟的这个战斗啊，想要一命过难度很大很大。好了，我们到了地面，之前我们一直在地下，这边还有战斗，在这个车库这个地方还有一场战斗，但是我们怂着，这边我们就已经不是进攻的主力了。别卡着我，知道？我就怂着，我就不出来。我在前面刚到现在了，等着等着我们的队友进行进攻。枪声渐弱 ，OK， 重盘了 ，OK， 终于过了 ，Go Go Go！ Primary axial point has been compromised. Proceed to secondary extraction south of bridge. Enemy presence substantial. It's just too hot, man.But room temperature? Please, a beer should be ice cold. A lager maybe, or a glass of water like you drink, and a pint of stout. I'm gonna have to school y'all both when we get back stateside. Yeah, well either way, we're stopping in London first. And I'm buying. Well, at least the world didn't end. Hit it. 我们已经拯救了世界，但是大批的敌人在追击我们。最后一个章节，万事皆休。这个地方很难打中敌人，好，到这个地方开始对敌人进行攻击。这边敌人攻击主要我们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近距离到这个地方扫我们，还有一种方式待会儿他们在后面会发火箭筒。 PS4 版用手柄手动去瞄很难瞄，用自动瞄准，在瞄准和不瞄准之间切换，可以帮我们适当的锁定敌人，要第一时间干掉他们的火箭筒，否则他们的火箭筒会把我们干掉，特别是我们的队友在说干掉他们的 RPG 的时候。好，那个车上，好， RPG， 敌人手下 RPG 一定要第一时间干掉他，不干掉我们飞机就、哦、我们这辆车就完蛋了，中了一炮，一炮不会死。 RPG 特别的恶心，因为我也在动，他也在动，就特别的难打，而且又是手柄，也就是说打他是比较随缘的。而且本关卡子弹是有限的，所以说不能盲目的乱扫，还要追求一定的准确率。干掉他的 RPG， 快！而且他的 RPG 干掉以后，他还会冒出来一个，这个特别的恶心。好的，最难的两个点过了。直升飞机，磁路盘，磁路号，拿上 RPG。没有制导，你让我打直升飞机，那你停下来，我来打他。打不中。你在逗我吗？这样根本打不中好吗？没子弹了，弹尽粮绝了，只剩小手枪了。小手枪也揍你，
没弹药了。哦，他轰掉了桥。Fuck！ 大家都 OK 吗？哎呀，天哪！呜呼！走，冲！这边有敌人大量的援军。这个地方敌人会往我们这边冲。而他的援军主要来自于汽车和直升飞机，所以说我们尽量让他从直升飞机上面啊下不来，或者在下的时候啊已经被我们干掉。OK， 第一架直升飞机上面的大多数敌人已经被我们干掉了。第二架直升飞机，尽量不要让他下人，或者少下一点。卡马洛夫跟我们说了，他们要来支援我们，快点，我们顶不住了，我们已经打到快弹尽粮绝，而且被没有退路，被逼得没有任何退路。我不管了，我在那边怂着扔雷，好，炸死一个。哦，格里格斯，格里格斯也GG了，剩下万年老不死，普莱斯队长，而我们和扎卡耶夫第一次见面，盖茨。Oh no！ 扎卡耶夫的飞机被摧了下来。最后两枪。先瞄准小兵，整个世界都清静塞。Nationalist Party, where rumors of a possible leadership struggle have just begun to surface. In other news,
The search for a ship lost in the Bering Strait due to a major storm has been called off. 终于，现代战争重制版终于完成了，老戴，你成功了。这是 COD 我打到现在，特别是关卡的最后一关是我打的，倒数第二关，在地下室到情报室、到发射中心的控制中心的这一段里面，是我 COD 里面打的最难的一关。这一次 COD 的13，我完成录制是在2016年10月29号完成了此系列的录制，耗时大概20多天吧，完成了此系列的录制。关卡设计的很棒，但是到后期已经开始到赖皮的程度，就是特别的难打。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最后一关，其他的关卡还都是能找到一些办法的，而最后一关除了办法以外，还要需要一定的运气。行了，最经典的使命召唤完成了，但是有的观众说六代更好玩。没错，六代我已经录制完成了，会陆续上传。当然还是最高难度。如果喜欢 COD， 喜欢我的解说，喜欢高难度的挑战，关注一下。录视频不易，录攻略更不易，且看且珍惜。我是老戴，喜欢订阅一下吧，大家拜拜。Down to the grass, you hear them yell success. Success, devastation. Yeah, that's what you're facing when our call of duty is a touchdown in nations. Your heart get to racing while you run with palpitations. Daddy's boy on the roof, fuck himself, damnation. Oh, Papa mad now. On the bridge, we had a throw down. Buck me and my bros down. Thanks to you, that cat no more now. And this the third installment, Infinity War shit. Don't soil your drawers, cause it's deep in his heart, bitch. Watch your six, devil dog.